圈明星好难产，郭羡妮拍戏误造人。现在的娱乐圈大部分人都在马不停蹄的忙捞金，而有一个人竟然是有钱都不赚，这个人就是郭羡妮。据传她最近一连推掉几部高片酬的戏，只为给导演老公朱少杰填定。您是想为朱家拼个儿子是吗？是的，希望，但是可能明年吧。虽然心里很想，但在娱乐圈恐怕很难有人能够成功逃脱工作这个枷锁。近日这对拼子夫妻就双双出席了二人合作新戏的开机发布会。面对戏中大量打戏，郭羡妮就遗憾地表示不得不暂停生子计划。那现在正好跟那个老公一块拍戏，朝夕相处是不是更有机会了？但是拍戏的话就不能怀孕啊，因为我这个戏有很多很多的打戏，所以要保重身体，不能及时给家里再添一地。难道您就不怕在老公心中地位有所动摇？再说你老公朱少杰这几年可是声名鹊起，参与指导的戏各个火爆，比如《美人心计》《宫锁心玉》，这导的可都是跟美女有关的戏哦。我说郭羡妮啊，你到时候可别打翻醋坛子了。现在那个老公经常导一些就是跟美女有关的戏，如果传绯闻，你会不会不开心啊？那我也可以传绯闻啊。小编点评：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呐。